咱三个来读《朗读圣经》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。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：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趁早要找求你。你干旱困苦无水的地，干旱困苦无水的地，我的心喙焦想念你，我的肉体切切希望你。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这时